It's a Monday kind of feeling on a Tuesday afternoon. I can hear Wednesday calling, but then Thursday comes too soon. And by Friday, I'm ready for a Saturday affair. Cause on Sunday, I'll be happy. The afternoon is here. It's a Monday kind of feeling on a Tuesday afternoon. I can hear Wednesday calling, but then Thursday comes too soon. And by Friday, I'm ready for a Saturday affair.第一次穿 Salomon， 然后觉得脚感，我觉得一般般，就是穿起来比较像是机能鞋。尺寸的话要看你喜欢穿薄袜还是厚袜，薄袜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原尺寸，但是厚袜的话可能就是大半码会比较舒服。蛮开心，就是等到现在才入手，因为觉得这双刚好有 Gore-Tex 可以防水，然后颜色也是蛮特别。蛮多人说就是 Salomon 可以拿来做搭配，穿搭搭配，但我觉得穿起来就是比较机能，所以我觉得有一双就够了。这次的鞋盒是特殊鞋盒，有印 Salomon 跟 Keith。 那我这次是穿六号，因为我听大家就是建议可以往上拿。那这次的特色就是它有 Gore-Tex， 然后鞋舌这边有 Keith，鞋垫也有。本来很犹豫要选蓝色还是紫色，但最后我选蓝色的原因是因为紫色搭配的下面是粉色，那我觉得没有那么喜欢，所以最后就选蓝色的。不然我是蛮喜欢紫色的。在下午快要五点，天已经几乎黑了。现在要去看能不能看就是 Emily in Paris 的首映，但他今天应该是倒数第二天，明天最后一天，然后今天想要去试试看。他是预约，但是他预约之后不一定保证有位置，就是你还是要去现场，还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， 因为他想要确保就是坐满，所以他给的那个预约的 pass 是比他的座位还要多的。那我今天带了阿妹的帽子，然后穿 Keith 的帽子，加一件大衣。今天早上拿到的 Keith Salomon， 忍不住再多穿一下咯。目前我觉得好像搭缩口棉裤目前是我觉得很最搭，之后可能要想一下还能搭什么其他的东西。我早上的时候是穿比较薄的袜子，然后我现在穿比较厚的袜子，然后多走一点路之后感觉有穿开了，脚感有比早上舒适，可是还是没有 New Balance 那么舒服吧。但是就是感觉如果下雨或去做户外活动的话，真的是一双蛮好搭配然后很实穿的鞋。哇，现在大概是开场前一个半小时，
开始来本来以为要排队排很久，然后怕没有排到位置，就五点来一下就进去了，所以后来就买了爆米花等等等等等。我觉得大家一起看感觉蛮好的，就是像在看电影这样子，很多人就是穿得很像 Emily 戴她的帽子，还蛮有趣，就是大家参与度很高。这季感觉会蛮好看的，看了三集觉得还不错，这礼拜应该可以把它看完了吧。现在去 Round 2稍微看一下现在有什么东西。穿一件发热背心加一件高领，再穿这个外套就没问题，所以我都不敢拿出来穿，我很怕我一穿就整个冬天每天出门都只想穿这件，它真的太暖了，很神奇。今天没有很特别的行程，今天就是把事情办一办，然后回家追 Emily in Paris， 晚上白天把事情做一做，然后晚上很想赶快看，因为那天首映看到第三集，
今天吃早餐的时候补了第四集，然后今天说不定可以把它看完，因为它一集蛮短的嘛，就大概它总共十集，可是可能是别的影集大概就五集。今天来办的事情，今天出门第一件办的事情就是来买我第一双1906R，江江。消费体验啊，有队伍要排吗？还是先放弃好了，太长了，我觉得要排15到20分钟或者30分钟。咖啡计划失败，那我们转战另外一家，叫做 Celery。但是我觉得这家我觉得还好，不是我特别喜欢。今天是下雨天，所以今天穿了 Gore-Tex 的 Salmon， 但现在还没有下很大，天气阴阴的，就什么事都觉得不想做。冬至吃汤圆，将
要很专心看才会看得到。今天要去之前有介绍过的一家甜点店叫 The Z， 然后拿它圣诞节限定的一个甜点盒。来逛一下 Fly Club， 好想要买这双。大家喜欢这双吗？这双我还没有拿到，就是实体拿在手上看，材质感觉还不错。这是最精华的鞋柜，大家都爱买鞋。大家如果来纽约，然后看到喜欢的鞋在 Fly Club 的话，可以问问看有没有你的尺寸，然后其实是可以试穿的，然后在他那个区域里面试穿，他们都很乐意让你穿，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尺寸上的问题，或是说不敢试穿，就他试穿他不会叫你一定要买，就是他们不会有这种你穿然后不买的问题。开始下大了，赞。这样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吧。分享一种穿搭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。